评论是11月21号星期二，农历10月初四，欢迎收看《时的美国之路》。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。习近平回去勉励乌兰牧齐队员，大力弘扬乌兰牧齐优良传统，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军旗兵。向首届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论坛致贺信。李克强会见日本轻巧界代表团并座谈。19大精神宣讲走进多所高校，形式新颖，深入浅出，激励高校师生奋进新时代的信心和决心。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。高校师生奋进新时代的信心和决心。